手牵手走在人生的旅途中。来，坐过去，来，坐过去，对了，坐过去。那也在这个同时呢，麻烦大家都先帮我把你们桌上的果汁杯跟酒杯斟满满好吗？你们斟的越满，代表你们的祝福越满哦。他们会呢，在我倒数三二一的时候，我要麻烦现场的宾客跟我一起很大声的说，一定要幸福哦。那现场的宾客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有些人还没有准备好，是不是？准备好了没？好，那一定要幸福，要很大声哦。之下呢，我们的幸福也就会像刚刚大家所祝福的一样，一定会幸福永远长长久久哦。那在我们新人缓缓入境的同时呢，我们今天的幸福想念也就开始咯。希望呢，大家可以在鹏园会馆全体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之下，可以用心的享用我们由林府为大家所准备的丰盛佳肴。再度感谢大家的莅临，祝大家用餐愉快。那我们喝馆中央会出的餐点好了，那再旁边。好的，那在大家开心的享用我们的喜宴的同时呢，我们今天已经有非常多的亲朋好友来到现场。那今天有一位比较特别的朋友，他想要来对我们的新人说几句。搭讪的方式啊，就是他们有来，过来要联络方式，有的来要电话、啊，来要即时通啊，甚至连 BB 扣都有要过。但是我们家莹莹一个都没有给哦。比较特别的方式，有一些就是比较害羞的男生，他就会偷偷的飘过来，飘到我面前，然后来问他一句：“请问你是莎莎吗？”爆炸绝法，就是又彬彬有礼的样子，是一个很冲突的男生，但是他非常的有礼貌，而且他对莹莹很好。那他除了对莹莹很好以外，他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是他对莹莹的家人跟莹莹的朋友都非常的照顾，很会拜码头。所以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，就是重要的优点。那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，我发现就是贵正英对莹莹的爱其实是有增无减的。晒的阳光，淋的雨滴，都值得回忆。
的眼泪溃堤。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吉他伴奏小姐也一起上我们的舞台好吗？那我们今天新娘子呢，为了感谢她这些姐妹，也准备了小礼物要来送给大家。我们新郎颁奖，也同时呢，相信我们新郎官通过这些姐妹的认证，相信我们的移民以后一定会像刚刚姐妹她们讲的一样，非常的幸福。那大家等一下拿完小礼物不要下台哦，我们拿着小礼物一起合照。好，那麻烦大家拿着小礼物来，让我们摄影师拍照。我们一看到女生感情非常好，我们新郎官一度插不进去这个队。好，那麻烦大家再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？也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继续享用我们今天的幸福飨宴。